Всем друзьям, братаям наши занятия. Вторая часть。我们来看看第二部分要讲些什么。第二小节，重逢。Новая встреча。在这一节里面，我们要注意这几个句子。第一个，好久不见，怎么说？Сколько лет, сколько зим。多少个夏天，多少个冬天。 这里的 lit 和 zim 都是复数二格，表示多少年过去了，我们好久不见了，别来无恙啊。下面一个，当我们互相见面了以后，都要询问对方的家庭情况，你结婚了吗 d e j e n e u s e 我们来看动词是不是用的阳性啊？这时候大家就知道，哦，我们这句话是专门针对男士来提问的。 那么，针对女士怎么提问呢？一会儿我们来告诉大家。先来看，好久不见了，我们还有怎么样的说法呢？Davno v i j i v 带虾动词表示相互见面，所以必须要用它。还可以说这时候虾脱落了 v i j 变成 v i 我看到谁了？ 嘎布是第四格，还可以用名词表达。嘎嘎呀夫斯列切，这是多么有趣的相逢啊！当然，我们可以用第三个句型了。s s a e l l g i t 斯果里嘎 e 斯果里嘎西。还有哪些新的句型呢？嘎吉米苏吉巴米，什么风把你吹来了？那么这里的词苏吉巴变成第五格苏吉巴米，它是复数形式。 所以前面的形容词呢，我们用复数的 gagimi，用什么样的命运把你带来了？翻成汉语，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接着我们来问对方过得怎么样啊 g a g j i 这是我们以前在乌拉俄语阿拜威里面学到的，过得怎么样？那我们现在到了乌拉俄语二了，我们要说的更多一些 g a g j i s Га к башиваеш, га к ревюш. 大家发现了，ревюш 是我们常用的，而 a а ш и в а s h 表示,表示通常关系非常好的时候，我们用俗语来提问。a а b a а ш и в а s h 回答怎么回答？我们通常报喜不报忧，都会说 least т л a ч н о 他说你不 п л 如果要是确实不是特别好或者一般般，我们可以说 n o р m а и н 嘎不一奇呢，就像平时一样。嘎不一奇呢，除了问对方过得怎么样之外，我们就可以细化了。嘎嘎，拉布的，工作怎么样啊？嘎克西米亚还可以提问家庭情况。先来看嘎嘎拉布的如何细化来提问和回答工作情况。除了前面我们说到的嘎嘎。格格拉布的姐。 你可以说我在报纸的这个编辑部工作。那么还可以说，如果很多年轻人现在没有工作，暂时在家里，那我说 Я бываю дома，我暂时待在家里。с и 是由动词 с и д 变来的。我们可以询问这个家庭当中成员的呃情况，工作情况了。 Твоя 我还可以说 к т o t в о я жена，моя жена дома хозяйка。哦，我的妻子呢是在家，是家庭妇女。Дома хозяйка 是这一课的新词了。那么也是可以说 а o、啊、t о твой муш，мой м Mush, g o д а р с т в я s h i 这也是我们经常要用到的一个词，叫做公务员。Гос 是 g о s u d a r s т в 的。 第一个音节的三个字母，然后和服务人员合在一起，g g o o t h r u 我输 h i 些公务员的说法了。再来问对方是干什么工作的？Give another u d a t e another u d a t e engineer.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再细化表达。要说我在哪里工作，然后变成我开始在哪里工作。 我考进哪里工作等等的说法。y a s t a rabudziv b a n k 大家注意 s t a r 表示的是开始，那么后面要用动词不定式，而且要用未完成体。v bank 是第六格。下面我们来看下面的两句和上面的 start rabudziv 的区别。yasdroi e sara b o d z i v bank，v bank 没有变成 v bank。 说明它是第四个。Я поступила bank к в 也没有变成 В б а 还是第四个那么在这里，老师提醒大家 у 斯托 р о и л с 一定是 goodа，Поступила 也一定是 g o o d a 通过这三个句型的对比，相信大家对 у с т р о и л с я п о с т у 有了更好的认识。还记得前面我们讲的 у с r р о и л с я на р а o d т 是不是阿变乌第四格了？Bastu biti nara boru 是不是还是阿变乌变成第四格？通过这两类句型的对比，大家应该清楚 u s t r o i z a 和 bastu b i c h 的用法了。接着我们再来看，如果你开始工作，现在停止工作了。好，那我们要说，呃，放弃了工作，辞职也就不在这儿干了。怎么说呢 y 比 bitista rabuda je b a 是由动词 bieli s t a r t 变来的。大家看 s t a r t 前面加了个 bieli，就表示停止的意思。后面同样要加未完成体动词。那我还可以说，我抛弃了、扔掉了这个词，加上工作，可以说：abrosi lavoro i s a v c h i s s a granci。我放弃了工作，在境外学习，在国外学习。好。 那我们来看第三个句子了。很多同学放弃工作以后，直接就考研了。怎么说啊？Я басту бил вуз，就是考上大学。那么考研呢？Басту бил в а с б е р а 还有可能有些同学直接考上了博士。Я басту бил у д а к д а р 这里全都是乌加第四个。з а б у м и л 好，我们接着来看。 当你工作了以后，会问你：“哎，工作喜不喜欢啊？工作的待遇怎么样啊？”这时候我们就再细化问题了。回答：“rabuda vam dravita z。”这时候说：“rabuda mani dravita dum harushya galigi stabina ya zarplata。”好，工作你喜欢的原因是什么？这里的同事非常好，我们用 “galigi” 这个词表示同事。 还可以说工资比较稳定啊，stabilnaya zarplada。当然，你可以发挥了。如果大家想把 stabilnaya 这个词替换掉，可以换 harosha ya zarplada、vysoka ya zarplada，都可以表达自己对工作的满意程度了。Mush davolim svoi zarplade。好，那么这个句型就出来了。对什么满意？要用第五格。我们看 zarplada。 啊，变成了 oy，说 mosh daoy，丈夫对自己的工资满意。daoy、嗯、是形容词短尾，如果是 rena 呢，要说 daoya。还可以怎么说？接着我们来看 rena zarabadivat dasdatchina shdobina malina shish。这句话的表达 dasdatchina shdobin 是程度从句，我们以后再学，现在大家学会套用就行了。 妻子挣的工资足够用来正常的生活，也表示对自己工资的满意，对自己工作的满意。好，最后一句，Ya ribu na j 我靠谁的钱生活？可能有些人他的工资很低呀，Ya r 我靠父母的钱生活。那起 chi 这里的那后面大家看是第几个？ 是第四个那起劲给为什么要接里边的为是接 at v 接起来嘛 e v a p 接着我们来问 g a k 呀家庭状况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在俄罗斯的、呃、表达当中呢如果你很熟悉可以问 g a k 呀还可以对方回答 yanya shanna 我还没有娶妻 男人要说 “renat”，女人要说 “zamr”，所以是不一样的。娶妻这个词的核心词的词根是 r e n a 妻子），而 “zamr”（ 嫁人）这个词的词根 “mush”（ 丈夫）。通过同根词相联系，大家可以记住这两个词。还可以具体说有自己的孩子我 m i n a s 多 n iliduchiga”。 如果是好几个孩子我 меня двое детей. Старшая дочка ходит в школу, a л а д ш а я дочка ходит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动词和状态的词短尾形式的一个区别。那是什么呢？就是嫁人和结婚。首先，我们来看表状态的。 由于我们中国人经常说结婚，既可以指男性，又可以指女性。可是俄罗斯人呢，他必须明确对象。如果表示你现在是已婚状态，这个状态则要用 z a m u s h m z a m u s m 对方必须是女性，加加 z a m u s m 而由于它是状态，后面必须加时间段五 r e s h 的。 她已经嫁人两年了大家看 da w 的前面没有任何前置词下面呢我们看瓦罗家热那特特丽萨奇列特这里的特丽萨奇列特同样是时间段而男性呢要说热那特的瓦国的特丽萨奇列特都是时间段再来看右边 g a j 我们发现变成动词了那么动词 要说危机，zamush 和左侧的 z a m u 相比较少了 yem。危机 zamush 的那那两年前，这是个时间点。动词要加时间点，状态要加时间段。我们推理看看，男性的说三十年前娶妻了，结婚了，怎么说呢瓦罗加 o 牛 a z h e n i u s a t r i l t nazat。 通过左右两边的对比，我们发现右边是动作，左边是状态。在这里，老师特别想强调，renat 是形容词短尾，而 r e n i n o s 呀是由 r e n i z a 这个动词变来了。下面来看，do s t a s h gabu n a s q g a l i a 在家庭成员当中，妻子、丈夫、兄弟姐妹、父母都会进行年龄的比较。 那我们要学一个比较级，starsh。比较的对象要用第二格，gabu。然后比较的程度呢？谁高谁低，谁大谁小，都要用 na 加第四格形式。When starsh you na trigoda, anam latsh you nadvagoda, anam luge you nag。特别注意，比谁年长或者是年幼一岁，要说 nagat，nagat。发现什么了？重音。 从名词上悄悄移到了前置词上，记住这个特殊点即可。好，我们来做一个小结吧。在这一小节里，我们讲的是重逢。第一点，好久不见怎么说？再问过得怎么样，怎么问呢？工作如何？如何细化的来回答？家庭情况又怎么样？我们一共讲了四个小点。 大家还记着俄语的说法吗？Да с ю